东西沿着闪光的方向落到了四不箱附近。之后，真爷爷朝四不箱前进，在光落下的地方浮现出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文章。什么东西啊？这样的传承，类似的传说在中经国还有很多。无论是否相信异种文明的存在，至少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异种文明的浪漫都有想要相信的心情啊，并且老朽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是他就是在讲那个吗？那个从外太空来的竹子人吗？是不是啊，娜娜？哎，调查这里，调查，什么都调查就对了。这就是寄放宝剑。兔库内西瓦尔的祭坛，这可以将红狐和虾夷富士一收眼底。一年向虾夷富士的祈祷仪式也在这里举行。不过那个宝剑已经没了，而这祭坛不仅是虾夷富士太古而来的那艘大方中大河也同时被祭祀着。看湖的深处，不是有一艘大船吗？哦，那就是方舟大河了。虾夷富士与方舟大河，对于欧伊那族来讲，这可是圣地，这里是圣地耶。圣地。虾夷富士两者都有着太悠久的历史，因为太有魄力，让人不禁肃然起敬。所以我要来拿什么护符？再讲取族，不要每一次都忘记名字。当然忘记啊，这么久了。哎、欸，这里要来这里干嘛？来这里干嘛？娜娜，护符在哪里拿？护符不知道啊，我现在只能看你前十秒做的事情啊。对啊，前十秒啊，我现在还在中祭坛啊，护符要在哪里拿？护符没有得烧啊。有啊，下面不是有火吗？火刚连接起来的话呢，這個、有些地方没火不是吗？有把这个烧起来吗？没有啊，有啊，哪里没有火都有火啊，这里上面都有火。这个没有火，可是这个烧不起来吧？我烧看看，烧不到啊。这个不会烧啊。上面呢？这个不会烧啊。上面我看有一个有火，好像其他的都没火不是吗？没火烧不起来啊。烧不起来啊。对啊，烧不起来。旁边，哎、欸，所以要跳到方舟上面吗？去方舟看看好了。跳上去看看啊。好啊，好啊，来方舟。方舟我来了。靠近方舟了。我一跳不上去。啊，跳不上去啊！不是应该找人吗？找谁？这里会有人吗？这里有一个门呢，还是在更门的那边？有一个门，去看看好了。船目前上不去。那里上面最上面有一个门，最北方，我们再往北方走一点。这里超大的。喂。喂。这里。跑，白野威跑，跑到这里。哎、欸，为什么上不去？要从旁边上去哦。好样的，白跑了啦！啊，娜娜，白跑了啦！我好像在这边散步哦。在方舟散步。现在在遛狗啊，不好意思啊，现在是遛狗时间呢、啊。遛狗时间啊，遛狗时间，不能进来这里啦，我被你骗了，还要从旁边走，不能直接从这里走，麻烦呢、欸。我都已经跑到旁边了，竟然不行，从这里，这里跳不上去哦，不合理啊，跳不上去真是不合理。走旁边这里有一条路，
还跳不上去吗？哦，走旁边了。我看到你还跳不上去。我放弃那里了。哪吒。嗯，我现在要走旁边了，从旁边的小路上去。没错。哦，不不不不，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不知道了，冲过去就对了。哦，一路走上来了。可以，冲！哦，还有熊哎！哦呦，一路冲到最上面！哦耶，好像在开着什么什么车一样。这里哎，这里有一个小屋哎，是不是要找你？这里哎，进来了。奔奔奔奔！哎，找你，请听。库斯图尔，您是奇妙的姿态，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白狼白野威？哦，这也听得到您的名号啊！的确，白野威的大名传到大海相隔的卡姆伊来了。如果能见到神明真身的欧伊那族啊，那还是得你一眼识破啦。哦，这是一寸。这些日子没见到你，原来你还活着啊。喂，欧伊那族祈祷师，图斯库尔，才没有这么容易翘辫子呢。我感觉一寸到哪里都有人知道哈。对啊，他的名声如雷贯耳哎，怎么会这样子？跟白野威齐名哎，莫名其妙哎。我只是出外旅行了一趟而已。你没事就好啊！如你所见，现在的卡姆伊饱受苏醒的魔神侵略之苦，很多人都牺牲了。情况我们也了解了。有什么复苏的魔神啊？行踪不明，皮利卡之类的。魔神能在伊利瓦图神殿中，像这样子让暴风雪席卷卡姆伊全境，虽然看起来。暂且用阿芬帕拉大门止住了山顶的吹雪。那一天到来的话，卡姆伊难逃冰封的命运。还有更重要的是，魔神苏醒的原因。长老克姆西里耶也察觉到了，魔神苏醒之前，南方有很强大的黑暗力量兴起，我觉得那种力量流窜到了卡姆伊，然后像是在呼应一般，魔神苏醒了。南方之国就是中金国吗？就是说大蛇那家伙苏醒的时候的事啊。天宫拥有妖魔发祥地之称的卡姆伊，从古至今凶猛的妖怪为数众多。仔细想想，这件事也许是虾夷富士山路处的永久冰湖红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哦，还要讲。位于虾夷富士山路巨大湖畔红湖，在卡姆伊有着妖魔发祥地之称的世音，红湖底下的铁方舟大河的存在而由来。铁方舟大河，这传说在卡姆伊无人不知啊！我不知啊，我又不是卡姆伊的人。铁方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神话吧？天上掉下来的方舟，还是铁的。以前爷爷好像讲过，太古谁也不知道的神话时代，从天上一个叫做高天原的国家落下一艘铁方舟，沉到红湖底。铁方舟是名为天神族的神明居住的天上国家。神族乘着方舟，就好像被什么东西追赶似的来到下界。然后嘞，可是方舟之内已有无数妖怪栖息，结果天神族就这样在方舟内被妖怪赶尽杀绝。哦，神族都死了，神都打不赢，我们怎么打得赢？所以我们要去打的呀，对不对？之后落入红湖的方舟中，妖怪源源不绝的出现。现在下界的妖怪如此，
肆虐也是拜此所赐。听说就算是现在，红湖底也不断的不断的涌出妖怪，因此被誉为妖恶魔诞生之湖什么的。如此这般被忌讳者，等等等等等，我知道了，就是这些了。如果得这个神话再添一个小故事，就是方中中的天神族中唯一的幸存者的故事。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大神吗？不是吧？从国之，从神之国高原落下的，乘着数以数以千万妖怪的铁方舟。铁方舟怎么了？方舟中的天神族被妖怪赶尽杀绝。据说那场惨烈的惨剧中，有一位男性大难不死，幸存了下来。一位男性呢？是谁啊？是你吗？还是谁呢？那位天神族的男性逃离了地狱般的方舟大河，藏身在了下界的某处。哪里啊？原来如此，这段我可没听过。时至今日，妖怪能源源不绝自沉在红湖底的大河中涌出，也有一说是因为潜伏在大河内的暗之君主在寻找那位男性。暗之君主，那名字是，反正神话而已，又有多少是真的呢？总之，化为众神官敦将灾难带来下界的大河，就这样被冰封起来，没有人看过里面的样子。如果说现在下界的黑暗之力正在卡姆伊聚集，很容易让人设想是由方舟大和号召集而来。点点点，小心，不小心说过头了。你们来这就表示得到长老克姆西里爷的同意了吗？同意你进入那片妖魔之身约西佩仪的许可。为什么长老界得有许可让我直接进去，还要我跑来这边？莫名其妙嘛，根本就不想让我进去的感觉。叫你就不要进啊。看来就是这样子啦，反正我是无所谓啦。但这边的天宫似乎想去。原来如此，森林的入口被我用欧伊那族的文章撕下了封印。为了保护森林深处的遗产不遭妖怪毒手，不是收进去过后就出不来了吗？对。莫名其妙的多此一举，真是的。对啊，多此一举真是的。我不能解开封印，但我了解长老的命令。白野威，我将欧伊那族的护符爱奴神像授予你。爱奴神像，噔噔噔，得到欧伊那族的护符爱奴神像，只要护符在身就能穿越欧伊那族的文章，进到深处的约西佩仪。白野卫，长老的眼光不会错的。在卡姆伊冰封之前寻找皮利卡的事就拜托你了。奇怪，为什么皮利卡的姐姐可以直接穿过去，我不行啊？他为什么不带我直接穿过去就好了？真是麻烦，跑来这边跟你讲这么多话。对的，莫名其妙。我没看到。好了啦，我们在这边存档了啦，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对啊，我一直看不到画面，哭哭哦。谢谢大家的收看。那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看再继续看小姐妹。下集再见喽，拜拜。拜拜。